他应该受到这个金钱的束缚，对不对？这谁谁结婚本就是你情我愿、共同连理的一个喜事儿啊，为什么合作的订婚礼金反而会这么高呢？好像已经超出了我们通常的一个能承受的范围。对，据那个山东省菏泽市婚庆行业商会的秘书长杨涛分析啊，订婚礼金赔偿太多，主要是受这个攀比心理的影响。对，越是这个经济落后的地方，就越有这种风气，这女方就想用高礼金来展示这个家庭的经济状况，他跟不上了，这还是为了满足虚荣心，所以他就是说啊，这个礼金应该他跟不上咱的这种思想，不能有一种健康的价值观，正确的这种习俗，从感情上出发，是对方的经济情况和能力而定，这样定礼金，这样礼金才能合乎理性。好的，感谢孙波。让我进行第一调查。今年当地五一就要到了，不少朋友已经开始计划着五一小长假的出游了。今天晚上呢，出现了市场价格低廉的港澳旅游券，五天四夜游呢，只需要2元起是最低的。这样的旅游券靠谱吗？我们来听河南台记者张晴的报道。河南市民王女士平时喜欢在网上购物，近日她在网站寻购网站上看到一张港澳旅游最低券，只花了30元。这张超低价旅游券到手之后，心里就泛起了嘀咕，旅游那么花钱，我是觉得心里不踏实，会不会有那种，比如说去了一个景点玩，这样的购物啊？记者在淘宝网以港澳旅游券为关键词搜索，在发现近300种相关产品，多数赴香港澳门5天4夜或4天3夜游，团费最便宜的只有2元，最贵的也只要几百元。按照网站提供的预订热线，记者拨通了一家团费为25元的旅行社的客服电话。他还不尽快地告诉记者，行程中有一个这样的项目，就是购物环节。平时的话会有换季，换季的话，购物环节就像那个水饺、水饺之类的，没有常规。团费这么低。